盛达电业以人为本，创造未来。全球将会在2030年达到100亿人口，快速的人口成长将形成都市城乡的商业密集化，无所不在的网络加速连接物联网设备的需求，汇集大数据与系统化的数据分析，我们提供了全系列 M2M 解决方案，在不同的商业环境中提升公司业务与创造新的商业模式。在司机与派车中心间使用我们的智慧车载解决方案，可建立高效率的路况影像传输，及时交换车载运行状况与增加中央监控的掌握度。透过中央控制平台，我们大幅提升每部车辆性能与运作效率，同时提供 WiFi 热点服务，全面开启城市智慧巴士的新应用。医院和救护车可以经由即时影像传输，为紧急病患执行第一线的远端医疗。盛达的户外路由器是一个安全又强大的通讯骨干，持续在扩大 LTE 偏远地区的建设，为处在极端环境中的工业与商业应用提供多样化的网络连线选择。针对 4G LTE 这项技术，我们提供以企业为导向的网络解决方案，配合了先进的网络备份机制，展现高速数据加密的功能。我们也为小型企业与家庭用户强化讯息安全，同时增加办公室工作效率与确保关键营运永不断线。为了有效提升盛达网通终端设备的性能，我们开发一款线上管理平台，可以远端监控终端设备运作效益与自动升级内部软体。家庭用户可以轻松地设定网络连接，并同时观赏 IPTV 与畅游线上游戏，展现出多样化的附加价值特点。全球著名的国际电信业者使用了几百万个盛达路由器，提供终端客户令人惊叹的多媒体服务。我们的工厂可生产多样高品质的产品，以持续不懈的努力和领先全球的态度，提升服务达到最高标准。40年来，盛达持续稳定成长，致力站在创新的最前线。在全世界，有数以万计的客户正使用我们的产品与解决方案。这些解决方案能为他们的公司业务及顾客带来高的价值。在盛达，我们非常注重创新、产品品质和顾客满意度。我们朝着永续发展的公司迈进，并且从这里和世界接轨。